当当当当，报道开始。哎呀，老铁说这东西要拍晕了吃，对不对？拍晕，拍晕。我说我不拍晕呢，我说我不拍晕呢，你非要让我拍晕呢？没了吧？好了吧？我不管，你要给我个双击。你要不给我双击，我半夜爬你们家窗口去。没了吧？还报什么？还拍不？好了吧？嗯，郁闷呢。给我双击，给我双击。雷德，先来一个啥？一捏都是水，直接摸眼炉。没舍得卖掉它，把它拿来吃掉。今天傻子是为了拍这一个视频投资大了，你知道？这一个大虾就得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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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所以就是说给300个双击，可以不可以？行不行？行的话，你懂的。有人跟他叫蟹松，对不对？什么蟹松不蟹松的，你就直接说蟹鳃就得了呗，是不是？弄一些，弄一些那个什么，梭子蟹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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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嘟哦嘟嘟哦嘟嘟嘟嘟，哦嘟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嗯，肥还是可以。鱼，算了，我怕给它打掉了。沾点汁。哎呦，可以吧？这大米可以吧？给你双击，屏幕抽两下。虾大吧，虾多大？不要远了，直接双击。哎呀，真舒服，给个双击。
来了呀，专捕梭子蟹。八月一了，开海了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害怕了，可以直播了，但是这边没有信号。满足你们了，看到了白天。